是啊，什么逐渐逐渐在心里了无痕迹啊，知道这个世界永远无所得，你得不到什么，了知这一切呢？如果你越来越透的话，你可以散乱成，继续了，你怎么可能散乱成？你根本就没有东西可挂，了无挂，你怎么个散乱成？妄心妄念太多才散乱成，做什么都入进去了。这就像很多事，我看大家做事很多事情。当你对一件事很看重，你入进去期望也很大的时候，当它突然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，你失望也很大，得失感很强。不管是你做什么，用一个旁观的态度在这个世界上淡淡而为，就是你不是说不做事，淡淡经营，你不用是那么说的就进去了，扑进去，淡淡的看着所有的一切。你知道无常嘛，是吧？你知道无所得嘛？但是不是说当下没有真的东西，其实当下都是真的，不要把这个世界全盘否定。修行人是吧，就梦幻泡影，但是梦也是真的梦啊，你在做梦啊，是不是？当下都是说情也罢爱也罢的，有真的东西，但是你不要，你知道这些东西的无常变化或者是它的虚妄，那这一刻就算你的情是真的，你也是梦幻泡影的东西。因为我们活在自我里边，自我是个就诸缘具足，我们出现了这份情啊，或者是什么，你不能扑进去对他去抱有很大的期望或者是执着要求，否则你一定受伤害。就是对红尘每件事也行，旁观就是处理公事也罢，私事也罢，以真的出世的心去入世，淡然看，淡淡的看，静静的观，轻松的去处理，不求结果，不求回报，能帮谁帮谁，能做什么做什么，尽力而为，尽心尽力，做不到也无遗憾，就这样。这样的话，你很快就不散乱差了，你不需要再做天上事，就是练心，皆是练心。练不是说让你更有承受力，你修定力是你更有承受力。八级台风能承受到十级、三级、四级、五级，你的承受力更强，不代表你真的很淡泊世外，不代表你对这个红尘里边种种事情能看淡、看破、看空，只是你承受力强了，你真的是淡定了，宠辱不惊了。这都是承受力，并不代表你把虫也看破，如也看破。但佛学是，它是你虫如都看破了，它不精，跟你承受到虫如是两码事。有的人是，有的在红尘里边，有一些在事业上成功的人，他也很淡定，而且也虫如不精，而且表现的也很，好像什么都经历过，好像你说什么人家都很坦然的面对啊，表现出来那种谦逊啊，虚。但那有的事情，他真不是无我的，也不是看破，他只是经历太多了，经历太多，他经历过了，他不在乎了，不在乎了，无所谓了。不在乎跟无所谓跟看破是两码，跟佛学的真空是两码事。真空是很热情，真空，如果你看破了无所谓那些人，你会发现他对这个世界有时候他会无聊，会无奈，或者是他会有时候有一种我慢或者清高，或者是不屑于做什么，或者，但是真空是不是的？当你真空，你淡淡的置身事外，用一个出世的心去入世的时候，你知道一切无所得，你知道这些东西，知道佛的这些一切虚妄啊，是这些大家都在有妄心啊，在做事啊，这些你知道的越深，其实他同时伴的是慈悲心啊，就是你知道这些就是智慧啊，然后你的慈悲心会越强。你虽然看上去是淡淡的，其实你的关注对众生的关怀的那种的投入啊，是无所不在的。淡淡的去关注着他，关心着他，没有任何要求，就是那样子，没有任何给压力，甚至你爱他，他都感受不到有压力，要回报你，或者是要欠下你了，或者觉得怎么样，就是很轻松的让你感受到你的温暖跟爱，就是那样，淡淡的，因为你不入世嘛，就是你人可以入世，心不可以，心你要看破这些东西，如果心看不破的话，心扑进去了，那就是滚滚红尘，永永众生。那你就是承受吧。
龙转，这就是修炼，对你这就是修炼。如果忘心，如果你很了无心无挂，哎，没有忘心，你怎么会杂念很多呢？就不可能的。坐在那儿，你天下本无事，坐在那儿没事情可思量，因为什么？你没忘心忘念，你入世坐坐外放下，没事可思量。忘心忘念来自于哪里？忘心来自于欲望，忘念来自于牵挂，放不下的东西。如果了知本无所得，你怎么可能忘心忘念？所以我们不解决对红尘的看法，不去学那佛的知见，只是坐在坐垫上，只忘心忘念，只就像洪水要奔流而出，我们立个坝不停地拦它。你今天坝垒得高一点止住了，明天坝不够了又倾泻而出，那只是一个修，那些不是不究竟的。最终要开启智慧，定是为了开启智慧。当定最终开启了你的佛智本性如来智慧的话，你才真的止了。狂心动心那叫就是诸心消落的状态，那个时候叫大定，什么相也不找了。你不找所有的相，就是无所住嘛。无所住生其心，心无挂碍，不找所有的相，就是无所住嘛。无所住生其心嘛。无所住的时候，就是法界大定，那就是定啊。无所住没有痕迹，没有过去未来，没有住可住的地方嘛，对吧？没有过去未来，就做个不做一个呀。至于说那些坐在坐垫上调呼吸啊、修止啊，那是没办法的办法。呼吸平住气住脉清啊，或者是什么进入无意识状态啊，就寂灭定啊，灭尽定啊，那都是阿罗汉的。那是你做不到佛的知见，你真的做不到写出那样入手。记住你还是要出入都看破，就是名利情，其实人力很简单，名利情就这些东西。当你知见明亮的时候，你起码一定清净，那都是一起的，只不过是从哪个角度谈。如果你说我不行，那身心是一体的，你从净化气脉也可以打起，净化气脉，气脉转化到也会影响你的心态，道理上都是这样，时好时坏，修行过两天修的感觉到自己好一点，过两天又觉得不好一点，好也罢不好也罢，都是你的分别认知而已。觉照吧，就反正觉照，保持觉照，保持知道觉照，觉照自己今天好今天不好，那个觉，保持那个觉就行了，先从这儿修吧。